想小朋友暑假过得充实啲，但要同佢哋安排咁多日嘅日程，都真係几头痛㗎。嚟免费上堂学入门 GPT， 学识用 AI 帮手为小朋友编排暑期计划，帮佢哋达成学习小目标之余，亦合理安排玩乐嘅时间，过返个精彩暑假。将你嘅要求，譬如小朋友感兴趣嘅项目、想编排嘅时间，以及想要加强练习嘅科目等等，都输入到 GPT， 就可以帮你生成暑假节目表，仲有埋相关嘅活动建议。亦可以请 GPT 就当日活动提供详细时间表，智能编排学习、玩乐同休息嘅时间，为家长省去繁琐嘅工序，就可以同小朋友过更多 quality time 啦。想知多啲 AI 点样为到繁忙嘅家长们悭时间？快啲报名免费参加 AI 入门攻略工作坊，学识有效地帮小朋友规划暑假啦！